最常使用 Mustang Micro 的时候，是我随时随地需要练习吉他或者是抓歌的时候。Mustang Micro 非常的小巧，却内建强大的音箱模拟以及效果器。3.5mm 的耳机接口，让你只需要带着吉他跟耳机就可以马上 play。我最喜欢 Mustang Micro 内建的音色组合有两个，第一个组合是65 Twin 加 Comp， 效果器是2290 Delay and Reverb。这个组合是 Twin Reverb 以及 TC 的2290 Delay， 可以轻松的制造出类似 U2 吉他手 DH 的音色。第二个组合是65 Deluxe 加 Green Box， 效果器是 Spring Reverb， 也就是 Deluxe Reverb 加上 Tube Screamer。 这个组合非常适合 Low Gain 的弹奏，对于右手的 Punch 动态非常自然，甚至 Volume 以及 Tone 钮的反应也十分敏锐。Mustang Micro 的功能与设计十分的强大，是完全贴近吉他手的使用方便而设计的。内建的蓝牙更是方便，与手机配对十分的迅速。直接有内置的耳机孔，可以直接播放手机的音乐。你可以播放 YouTube 上面的 Backing Track 一起跟着 Jam， 或者是用吉他来抓歌。我再也不用开电脑喇叭，或者拿吉他导线接音箱了。Mustang Micro 将成为我新一代的行动工作室。